用香甜的梨香和丰富的果汁传递黄金营养的韩国产梨，现在全球人都在共同分享。韩流热潮引起了世人对 K-food 的关注。K-food 的代表精品水果韩国产梨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全球顾客可放心品尝的代名词。将清脆和香甜的口感融为一体的神秘味道，传递着韩国产梨的健康。富含各种营养成分的韩国产梨属于碱性食品，在强调用自然草药成分保护人体健康的韩医学中，一直把梨当作是一种药材。在《本草纲目》《韩方集约书》《东医保健》等韩医学书籍中都收录着韩国产梨很高的药理效果，其惊人的功效透过现代科学也已得到了验证。韩国产梨中含有木犀草素、氨基琥珀酸、各种维生素及无机质、水分、膳食纤维、多种消化酶、食细胞等特殊成分。2015年在美国农食品化学刊物上发表的梨出口研究专案团队的研究结果中指出，韩国产梨富含具有抗氧化、抗癌、抗肥胖、增强免疫力等效果的50多种功能性有效成分。韩国产梨特殊的味道和品质源自梨种植户的辛勤汗水和科学的栽培技术。韩国产梨在纯净的环境中科学栽培，是令消费者放心品尝的水果。等韩国产梨开花结果以后，为了预防病虫害，保护梨的品质，开始套上纸袋培育。产地流通中心对精心培育的韩国产梨实施认真仔细的质检，分成不同等级进行筛选，采用清洁开放型包装送到每一位消费者家里。出口的韩国产梨还可通过商品包装箱的 QR 代码提供详细的资讯。韩国产梨作为 K-food 的代表性韩流水果，同时受到广大海外消费者的欢迎。韩国产梨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口到美国，之后逐渐扩大出口领域，如今年出口量已达到3万吨左右。韩国产梨主要出口到美国、台湾、越南、香港和加拿大等国家与地区。最近出口领域逐渐扩大到东南亚各国和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是什么带来了这种结果呢？那就是韩国产梨以更加丰富的味道吸引了世人的口味。新高、原黄、华山、黄金、新华等新品种梨以更高的糖度和清脆的口感及丰富的果汁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新高梨占90%的市场，原黄、华山、黄金、新华的出口量也在逐渐增加中，用世界顶级的味道和品质满足国内外消费者需求的韩国产梨。韩国产梨在香甜的梨香中更添健康的功效，使您美好幸福的时光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将继续努力继承和发扬韩国产梨香甜的味道和优秀的品质，韩国人喜爱的健康水果，令世人瞩目的精品水果，韩国产梨。